接下来方程老师要介绍的是第十九题。好，十九题他说如右图这个图啊，那这个每一个小盒子都是正方形。那么问你说，那这样子的话，这里有十二个点，问你说可以做几条不同的直线？好，第二个问你说，那可以决定几个不同的三角形？好，那这怎么办呢？我们可以知道说，任意两条，不是任意两个点，是不是就可以决定一条直线？只要两个点，就可以决定一条直线。所以，哎，它总共有几个点？十二个点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十二个点随便选两个点，那它是不是就决定了这么多的直线？可是你发现到，这个是在所有直线都不重复的情况下，但是现在这边呢，有些你选两个点，跟另外两个点所决定的直线，它是同一条直线，如果同一条直线呢，它就会重复，对吧？那哪些部分会有重复？你说这四个点上面随便如果选两个点，所决定的直线是不是都是这一条？是吧？所以这四点上面随便选两个点，它其实应该是有一条直线，对吧？就是这一条。但是你刚才算的是算几条？因为随便两个点你就算一条，所以这四个点随便两个点你就算了这么多条，可是这么多条只能算一条，那只能算一条怎么办？就把这些统统减掉。比如说这里如果有六条的话，那我就把六条都减掉，然后加一，那就变成只有一条了，这样可以吗？这四个点，两个点两个点一组。所决定的直线在这里面，假如说有六条直线的话，那六条直线其实只能算一条，因为它都重复。这两点所决定的这条线，这两点也是这条线，这两点还是这条线，这两点也是这条线。好，所以你就把这些通通减掉，变成加一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那除了这个四点贡献之外，还有没有四点贡献的？有哎，哪些？好，这个也是四点贡献的。对吧？好，然后这里也是四点贡献的，是不是？好，所以四点贡献的是不是只有这三条？三条线还有没有别的？没有。好，所以这个呢，应该做三次。好，做三次你可以加上负的这个乘以三，好，这样也可以，对吗？好，加上。就是要付了这么多减这么多加一，好，那这个要乘以三，好，那还有除了四点贡献的之外，还有怎么样？三点贡献的，好，那三点贡献的，当然你可以看到这个，那这三点贡献也是同样的，就是呢，你减掉三点，随便选两点，这些呢，都把它扣掉，但是全部扣掉也不对，因为它其实会决定出一条，这里是有一条线的，所以要加一，可以吗？这样方便。好，那这个也是一样可以用加的，然后就要看看三点贡献它有几条三点贡献，它一条、两条、三条、四条，还有没有？有哎，斜的，对不对？斜的，这里就有了，有吧？这是三点贡献，这里是不是？也是。那有斜这边，有没有斜另外一边？有。这里，来这里，好，啊还有没有？好，那所以这样总共有几条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所以这个要乘以八，对吧？这样可以吗？好，那这样总共算一算，总共多少？好，我先算第一个，这个呢是十二乘以十一除以二阶乘，好，就上面是 P 十二取二。好，回到阶层，所以这约掉的话，六乘以十就是六十六了。好，六十六。好，加上，那这个也是一样的，要减掉四乘以三啊，上面是 P 四二啊，四乘以三这两个数，下二乘以一，所以这个约掉等于多少？六，哎，我
我这是六，随便讲六，真的是六，对，好，好，那再加一，好，那乘以三，加上那西三二等于多少？也是一样，三乘以二，然后加二乘一，当然也可以用三阶除以二阶，然后除以三减二阶，其实这样，好，但余掉也是一样，余掉是三，所以这个算出来是三，那是减的减三。然后加，好，那这个要乘以八。好，所以这里是减五乘以三就是减十五，好，要减十五。那这里是减二再乘以八就是减十六，所以总共要减掉三十一。好，所以最后答案是多少？三十五，对不对？好，看看这样有没有。第一小题，好，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我们要接着要看第二小题。好，第二小题的话，哎，又看到这个，好，第二小题是问你说可以做出几个不同的三角形啊，不同的三角形，那三角形需要几个点可以决定一个三角形？三个点嘛，哈，那所以我们有十二个点，每三个点是不是就决定一个三角形？好，那同样的会不会有重复的呢？对不对？好，或者说它根本不是三角形，比如说这四点共线，随便选三个点，有没有三角形？没有啊，这四点共线选三个点连出来是这样啊，连起来。把三个边都连起来，它是怎么样？它没有决定出三角形，对吧？所以共线的三点、四点，它是没有三角形。好，所以你就把这个要扣掉，四点随便选三点的，这种都没有形成三角形，它连一个都没有，就直接把它扣掉就好，对吧？这四个点如果选三个点，它并不会形成一个三角形，当然会形成一条线哦。所以你全部扣完，你要加一。那现在呢？它没有三角形啊，所以你扣掉就好了，不用加一。好，那所以这种，四个点的有几条？三条，所以这个要乘以三。好，那么再扣掉，三个点如果共线连起来，三个点共线，这三个点连起来也没有三角形啊，所以这种三点共线的，三点选三点。对吧？也没有办法形成三角形。那这个有几条？刚才讲过有八条嘛，八条三点共线，对吧？这样蒙蔽，那其他没有了，它没有五条共线，五点共线的没有。那两点共线没关系，两点共线跟另外一点，这个就会形成三角形。就两点本来任何两点都会共线，任何两点都会共线，所以两点共线那是没有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把这个算一算哦。那这个算的话也是一样的。我们说这个如果是只有二啦，或者三，那我们就可以直接用 P 十二取三，就是十二乘以十一乘三个，然后底下三阶乘，还记得吗？好，所以这个啊，可以约掉一下，这个是220，扣掉了这个 C 四取三呢。这个啊，你就直接用了，四阶三阶，然后四减三阶就是一阶。那这个四阶跟三阶可以约掉，剩下多少？四，好，这个就是四啊。那减掉四三就是十二，后面要乘以三，十二。那这个呢？西三取三是三阶，然后底下也是三阶，然后三减三阶就是零阶，所以这个多少？三阶三阶。一吧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零阶也是一，好，所以它是一，然后它乘以八，那一乘以八就是八哦。好，所以这个答案等于多少？200。好，这样大概有问题。